他一个男的，如果再进一步，你挡得住吗？如果他反过来拍一段不雅视频，为……你要是真觉得我占了你便宜的话，我可以想办法补救一次，但以后谁也别提这件事。哎，老板，你别这样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娘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老板，你真的想多了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那你来我房间干嘛？我怕你把那个粥往旁边一扔就不吃，然后去工作了。这么幼稚的东西。很幼稚吗？帮你拿吧。哎，不用，你手湿，弄脏你的东西。不是嫌它幼稚吗？原来你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是这种黄色废料是吗？网上说了，他冲到最高点的时候可以许愿。老板，你要是不想排队的话，你去找一个咖啡馆等我，一会儿我来找你。不用了，来都来了。不过刚刚因为紧张都来不及许愿。那再做一次。不用了不用了，心意到就好。要紧吗？什么愿望？愿望是想跟前女一直共事。我都好久没有看过满天的星星。那团建就去那儿吧。太好了，那我一定要好好工作，说不定还能有一个小艳遇。原来你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是这种黄色废料是吗？没有，我就是憧憬一下。回去写五千字检讨。为什么呀？我一个单身女孩想象一下怎么了？你就是我老板，你管得着吗？我当然管得着，因为你对我很重要。